最近一种新兴的毒品咖啡粉由内地供港，瞬即成为不法之徒迷奸少女的秘密武器。以多款兴奋剂混合而成的咖啡粉，味道和一般的咖啡冲剂没什么分别，令到少女不如有诈就上了当了。化名阿 N 的少女是乖乖女一名来的，早前接受一名男网友的邀请到一间楼上咖啡倾偈， N 说没几耐个男仔就拎了包咖啡粉出来了，说冲咖啡给他喝，M 不如有炸喝了落肚，然后就觉得成身发热，热到直情想除衫。最后迷糊间被男网友带到附近的一间时钟酒店发生关系，事后唯有向社工求助。协助 N 的社工说，他所属的机构去年接获150宗不同毒品迷奸或者性侵犯的求助个案，而涉及咖啡粉的求助个案由过往的零个案到今年不断上升，促请警方关注。特别在半年发觉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两宗年轻人关于这一种新兴毒品咖啡粉的查询多了，其实跟之前比大概多了 10%。有料咖啡粉源于内地夜场，后来传至台湾，直至近期登陆本港。100克的咖啡粉大约卖3000至4000元左右，分量足足够10多人的了。 ONTV 东方电视新闻台报道。